据英国媒体报道，著名女星安吉丽娜·朱莉一张半裸写真将于下月由伦敦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。照片中，安吉丽娜·朱莉半裸上身，一匹白马亲吻前胸，风情万种。这张照片拍摄于朱莉25岁，当时的她拥有深色的头发，身上的多处纹身也清晰可见，而最明显的莫过于左臂上还纹有前夫的纹身。据了解，这张照片此前从未公之于众，著名摄影师戴维预计成交价在25,000和35,000英镑之间。酷六娱乐余文苏弟整理报道。